游戏主题曲，你知道吗？像民谣还有怎样的？抽象民谣，抽化是内心的安静之境，应该和就像摇滚有那个什么死亡摇滚，就各种各样的摇滚一样那种感觉。这，我超喜欢这首歌的。抽象是摇滚，什么意思？抽象民谣，我也不知道，这只是一个标题。抽象民谣，嗯，肯定只是做着完了，分了一个类了。你喜欢的音乐风格是否影响你的设计风格？当我画一些复杂的作品时，我喜欢听明亮的音乐，这样我就保证一种流动的设计节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什么？我不能。Can't take my eye？ 我不能拿走我的眼睛。我也不知道。Can't take my eye。